6月5日，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赵雅芝现身杭州看房的画面，引发外界热议。当天，赵雅芝身穿淡蓝色长裙，妆容精致，一点都看不出来是68岁的人，外形依旧那么靓丽，仿佛不曾老过一样。赵雅芝此次现身杭州，身边还跟着圈内好友金巧巧，两人手牵着手，宛如亲姐妹般亲密。阔太金巧巧如今47岁，与赵雅芝有着21岁的年龄差距，但从外表来看，他们就像是同龄人。不得不说，赵雅芝着实会保养。当赵雅芝与金巧巧现身楼盘时，引发周围众多群众围观，很多人将现场围得水泄不通，而且还有人拿出手机对着他们疯狂拍照，好不热闹。面对热情的粉丝，赵雅芝亲切回应，一点明星架子也没有。据在场工作人员透露，赵雅芝和金巧巧都看中了楼盘内的江景大平层，并且又提出要定居在杭州的想法。如今赵雅芝已经68岁了，她并没有选择淡出娱乐圈，而且儿子现在也已经长大成人，她有了更多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最后也祝她越来越优秀。